大家，今天要来继续画硕果这件作品。先用这个小刷子来扫一下灰尘。调油，打马凡尼斯。底部有一些沉淀，摇一摇。这个是用达玛树脂加松节油自己泡的，用 Talents 的瓶子分装，倒个两滴亚麻仁油。松节油，找一支笔毛已经被耗尽的笔，搅拌搅拌，搅均匀。太白，用这个笔。沾一点油，今天主要来画背景蕾丝的部分。扇形笔，扫一下笔触，先打个底稿，把造型都勾勒出来。
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但是我很乐在其中。我通常会一边画图，一边听很吵的音乐。现在比较常一边看影片，一边画图。其实大部分都用听的，这样比较不会睡着，也可以很专注。
些暗面的部分。这种绿色透明度很高，颜色低调，很适合用来照染植物的绿色。今天就画到这边，下次会来画蕾丝的纹路，还有中间的小花瓶。谢谢收看，欢迎订阅我。如果想看更多作品，影片下面的资讯栏有线上一郎的link哟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